给大家的是一卡通，好，一卡通的纪念票卡。那其实呢，这个基金就是正好就是对我们，是今天就是我们的铁路节。那今年刚好是欢庆铁路节127周年，那我们有特别制作这样子的神秘小礼物，就是台铁127周年铁路节限量纪念电子票证。限量纪念电子票证。那今天我们送的，今天搭乘 GD273送的就是一卡通的纪念票卡哦，一卡通的纪念票卡，大家应该都已经拿到手上了哦 ，iPad， 好，一卡通的纪念票卡。那这纪念票卡大家一打开，可能就看到说，哎，这可能是 GD124的照片。可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把它拿出来看一下？另外一面哦，另外一面是什么？对啊，是啊，另外一面就是 GD273的图案哦，也就是我们大家这个乘车证上面的这个火车的照片哦，所以就特别在今天把这个一卡通发给大家哦。那这个一卡通呢，还有台湾智慧卡跟悠游卡这三家上市公司，所以我跟我们一起来共同发行这样的限量票卡。好，那就是要知道赠送给你们。那这个票卡要怎么样呢？那其实我们现在电子票证，好，其实我们现在电子票证呢，就不用到邮局，或者是邮内到邮政中心，可以进行加值，就可以在邮政中心中心。这个票证来搭乘我们台铁的这直列车，那也可以在各都会区搭乘公车。那像是在台中呢，就有搭公车，然后我们也有这个优惠，所以欢迎大家多多利用，或者是分送给亲朋好友啊。那父母就要问了，那我们台铁客运预计什么时候才要开放？也就是我们苗栗到二水之间，目前是没有开放电子票证的哦。那什么时候要开放呢？就是预计要等到今年年底才会提供服务哦，主要是因为电子票证的进行和资讯、通讯、物流等等的技术哦，可能提供社会支持的服务。那所以在电子票证系统的时候呢，就要提供凭证，因此呢，就赶快去支付电子票。